只有真正一百人才当真真正一百上帝，只有真正一百上帝才当真正一百人。真理的圣神来了，伊要引导恁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。那这是用新的概念来告别咱的信仰。你著尽心尽性尽意，感受你的上帝，即个在时代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千年所讲，你著感受你亲像家己，即两条界是全文化甲生理的总源头。我以新的概念予你，就是你著三听，亲像我甲听你，你也著安尼三听，你若三听。将来要变安怎？你是我的学生。那只是要求安家的三个来祈祷。万分求万天变地地，永远万地，会当参悟你天顶的智慧奥妙，来荣耀你的名，并且阮受教示，让阮的敬虔会当日日来进步。恳求圣神的力量进入我的心中，感动我的意念，和对主所设立的圣餐圣礼进入我的心灵，来帮助建立我的信心，建立我的信仰，让我们能听见上帝的话，和看见上帝的道，在上帝奇妙立体的中间。帮助我开始改变我的方向，我能够活出信仰的生活，来为主耶稣见证，来荣耀主的圣名，来祈祷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